早上起床了。天空飞，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凤梨哥哥，你有看过农夫种田吗？有啊，有看过啊。农夫种田啊，很辛苦哦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他们都要下田工作哦。所以今天棒棒糖要问我们，谁是农夫的好朋友？农夫不在田里工作的时候，他都会帮忙照顾农作物呢？一起来看看棒棒糖给我们什么提示吧。是第一个警察贝贝，还是第二个稻草人，还是第三个绿衣天使邮差呢？小朋友，我们赶快动脑筋的想一想吧。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猜到。欢迎我们最优秀的悠悠啦啦队。Yeah.
收玩具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小朋友，你们都猜到了吗？邮差、稻草人还有警察，谁是农夫的好朋友？农夫不在田里工作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帮助他们照顾农作物呢？答案呢就是稻草人。稻草人是农夫啊用稻草做成的假人，那农夫把稻草人插在田里面，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打雷下雨，稻草人都会很有精神的在田里面保护农作物哦。嗯，有一些想要偷吃农作物的小鸟，看到了稻草人，就以为是真正的农夫在田里工作，所以他们就不敢来偷吃农作物了。小朋友都知道了吗？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